太甜了，他们俩真的很甜，大家去看看吧。我是老高，以至伟的角度来看，是真的甜。我是土狗，我真的好爱看这些东西，我不行了，我要炸了。就是这太配了，太搭了，每集我都磕到了，真的磕到了。太甜了，太偶像剧了，这就是梦幻中的爱情。命运平衡磕下来。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赵志伟。我在点燃我温暖你中饰演高建宏。酷的聚会的朋友们你们好，我是曾可妮。我在点燃我温暖你中饰演任迪。大家好，我是钱迪迪，在点燃我温暖你里面我扮演的是徐丽娜。大家好，我是姜子欣，也是方淑苗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马可，在点燃我温暖你的剧中饰演田修竹。命运循环和他们的爱情保安，觉得命运循环最浪漫的一场戏是下雪的那一段，还有他们两个，李寻在前面写代码，他在后面睡觉，两个人在那里说那些甜言蜜语，他真的好甜呀、啊！他俩真的，哎呀，甜啊！就是一个男帅女美，就是真的很好磕，我觉得大家冲啊冲啊，磕 CP！ 我那天发微博，大家说你疯了，我说对，我看到那个名场面疯了，甜甜甜甜，反正就是甜。循环的爱情保安心情如何？救命啊！只要一切到我的镜头，满屏都是保安来啦，保安来招保安啦。但这个也无可厚非，因为你看任迪在剧中每一次的出现，都是在推动着命运循环赶紧往前走。因为两个人的误会，好像都是在通过这个人的身上给这边说，给这边说，而且还不刻意。他好像说了又好像没说，其实就是在点你。命运循环第一场让你磕到了的戏是什么？应该是朱韵跟李寻两个人在学校那个礼堂上，朱韵在讲脱口秀，然后讲着讲着那个氛围不就逐渐升温吗？然后李寻跟他说，你以后不用这么悄悄地关注我，我们可以在光明正大在一起。然后我当时我要炸开了，然后我当时就看到弹幕上面全部都是哇哦哇哦，我就想说这全部都是我的心声。有看到网友们喊话让你交出手机里的照片吗？哎呀，这个事情我一定要说一下，真的不是我不给，你知道那个手机是剧方就是给演员接的手机吗？因为我们当时的背景其实是在2000几年还是2010几年，那会儿还没有智能机，那个手机像素特别的模糊，就很落后一个手机。结果那个手机可能是怎么着，可能当道具后来扔掉了，就没有找到。但我在那个手机里面真的拍了很多人的丑照。我好难受啊，我真的很难受，我就应该，哎，气死我了，我真的拍了很多人的丑照，然后包括他们天桥那一块，我有这样拍，对拍对拍，但手机没了，天意。真実はいつも一つ。不会是我拍的那些丑照的人发现了销毁了吧？是谁？拿手机拍谁拍的最多？朱韵跟李寻。啊，真的很可爱的他们俩。全网征集去寻找任迪丢失的手机，里面全是宝藏，谁找到？作为剧中第一个亲李寻的人，怎么看徐丽娜的这种行为？拍完之后我说，哎，完了，我这肯定要被骂了。他就是需要在这个环节上，不然他没有推动朱韵的一个行动，因为两个人就是甜甜在暧昧期，但你肯定是需要一个刺激，那可能就是需要徐丽娜这一个刺激，然后朱韵，哎，突然我必须要干点什么。对，因为你没有这些东西，那你看什么？就是肯定他需要一个推动的嘛，对，就是辅助性人物，就是一个助攻吧。觉得命运循环最浪漫的一场戏是？我很喜欢第八集，就是他们在天台推着那个推车之后嘛，后来又回到那整一集就太甜了，就是从酒吧开始，然后朱韵喝多了在那儿跳，然后李寻在旁边就是这种默默地看着他那个眼神，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天哪，怎么可以就是拍得这么好，怎么可以演得这么好。对，然后从那开始，然后到那个天台上面喝多了，然后又就是抱住李寻的那一刻我都激动，我那个我看了好几遍。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导演就很厉害，他能够捕捉到他们两个就最自然的那种状态，好浪漫，我现在说说我都要感觉有演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很甜。就是朱韵穿着公主裙跑去和李寻亲亲，然后还有一个画面就是
有一个我记得拍的那天我们都在场，在基地，就是他们两个就是有一个深情互相凝视的，然后机器是这样子转着来的，然后我们就在后边看着转，可好玩了。大家都明白的，对，有一场他们对在酒店对，差不多，嗯，就对对对对，两个人，该咋形容呢，那么直白吗？要那就算了啊，嗯，对，明白，你懂，对，嗯。最想要对命运循环说什么？哎呀，命运循环，求助哥是已经放手了吗？他肯定还是希望祝福两个人，对，他是希望朱韵能够过好这一生，过好他完美的这一个人生，对。作为观众呢，就是更是希望这个李寻和朱韵能够甜甜蜜蜜、甜甜美美的过好这一生，还是祝福。命运循环，给我磕！哎，磕到了，磕到了，磕到了！生活都这么苦涩了，不要看那些了，看点甜甜的多好。继续给我甜下去，我想看你们甜下去。我现在跟静怡在一个组呢。李寻没想到吧？跟朱韵先二搭的人是我。你猜李寻内心 OS 是什么？李寻不会有 OS， 李寻是这样，一个眼神而已。你说，你摇头，对他肯定是这样的。我想看你们婚后甜甜的样子。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挽留你脚步，别走了，命运不是征途，抓紧我别迷路，灵魂深处你是我全部。